到什么喽？师姐，最近入手的这一款可爱小摆件，觉得是值得分享给你们的，是个正经的收纳桶哦，可以收纳化妆刷、笔，做花瓶当摆件也是可以的。材质是树脂的哟，耐磨耐用。腮红是我自己加上去的，你们可以自己 DIY 卤个其他的妆容哦。小细节哦，连瞳孔都是爱你的形状，一件多用的宝贝哦。